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子张篇第十八章，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以父之政，是难能也。”这章书根据马龙著《孟庄子》，鲁大夫仲孙述也。这个孟庄子啊，就是鲁国的大夫仲孙述。仲是伯仲，这个仲孙啊，这个孙中山的孙，述啊，快速的述，是鲁国的大夫。那么过去这个大夫啊，也是有世袭的，就是父亲过世了，那么他这个大夫这个官位就传给儿子。曾子说：“我听夫子说过。”那么这里的吾闻诸夫子，跟前面一章啊，吾闻诸夫子啊，那个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夫子啊，就是孔夫子。我听孔夫子说过，孟庄子的孝行啊，其他的事情别人都能做到，就是孟庄子的孝行，当然很多方面。那么这个别人啊，都能够跟他一样，都能做到。但其不改他父亲所用之臣以所行之政，这是别人难能之事。这个就是说，可能别人就很难能做到这一点。那前面伦理我们也学习过啊，这个父亲过世啊，三年不改父之志啊，就是说父亲在世做的这些方式啊，这里讲啊，他父亲在世啊，所用之臣啊，就是说他父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当这个大夫下面啊用的臣啊，以及他父亲啊办这个政治的一些制度啊，前面讲了三年不改父之志啊，就是三年啊没有改变。还是依照父亲生前做的啊，延续下来。那么这样你能守得住，守三年呢，就算是孝了。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孟庄子啊，他的孝。其他方面啊，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是呢，他父亲过世，不改变他父亲生前呐、所用之臣，以所行之政，他所实行的这些政治制度，他没有马上去改变，这是别人呐、很难能做到的事情。那么这个前人啊，前辈用的人以及办事的一些方法制度，不是不能改。这个慢慢的啊，有需要再去调整啊，不能啊，这个一上来啊，那么把
上一辈的用的人所用的制度全部给他改掉了，这样可能就会出问题了。问题就出来了。像这个礼，这个殷朝啊，他也没有完全把夏朝的礼废弃，可以用的继续保留。那么有一些地方啊需要调整的，再局部的去调整。那么到了周朝啊，他也没有改殷商之礼，很多殷商的礼啊他还是保留下来，不是完全啊就把它改掉了啊，他有好的这些制度这些礼制都把它保留下来。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那更是如此的。这个接位的人呐、或者是儿子接父亲的事业的，那么父亲过世了，他一上来啊，把父亲原来用的人全部换掉，把他父亲的这个制度啊全部改了。那这个可能就一改就错了，就出问题了。因为前人啊总是他有累积他的经验他的业力。那年轻人啊那个经验业力啊他还没有那么多。往往一上来接到这个位置他就全部改掉了。这个很多啊这样就一改就错了。所以这章书也是讲一个原则了。这个不但是在一个家庭的父亲遗留下来事业，或者是你公司行号，这个接任的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像一个团体接任的人，好像这个寺院道场住持换人换新的住持，那这个老的这个住持一些制度所用的人如果是好的还要继续保留下来。那有一些不好的可以调整慢慢改。慢慢调整。那不能一下呢全部都改变。这个很容易就出大问题。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赞叹这个孟庄子之孝就是接了他父亲这个大夫的位置。他没有马上把他父亲用的人全部换掉。以及他父亲办的这个政治制度他没有马上去完全去改变。那这个能够守得住三年就算是孝了。那个改不是说完全不能改，不好的这个要这个改掉，好的要继续保留。那么在《潘氏伦理古著集签》说，孟庄子之父献子及仲孙聂，这个孟庄子是仲孙述，他的父亲是仲孙聂。卒于鲁襄公19年8月，庄子继位。这个是这个孟庄子接他父亲的这个大夫的位置。他父亲是鲁襄公19年8月过世。
那么孟庄子啊就继续把这个位置接下来。那孟庄子卒于襄公23年8月。其袭贤父四卿之位历四年之久。那么他这个孟庄子接了之后就是接了四年，他这个是在鲁襄公23年8月过世的。所以他接他父亲这个位置有达到四年之久。左传除记载他曾会举人蒙于相，以及率师伐出外，无其他叙述，足见他用人行政，悉能复旧。三年无改为孝，庄子不止三年，有所难难，因为他在位就四年了，超过三年了，那么一直做到他过世，这个四年之久了，没有改变他父亲用的人及他的制度，所以超过三年，超过这个三年了，尤其是难能。那么这个《左传》记载这个历史的记载这个我们都可以查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询。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